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森林，我们今天要继续超级玛丽猫，鸡舍的玛丽猫猫要了。我们已经玩完了前面两关，然后呢有很多观众期待想要看到结局啊，当然我也一定会带大家去看结局的，所以呢我们来继续破关吧，鸡舍玛丽猫。好嘞，我们之前呢就来到这个叫做野生的王国寻马什么鬼的不知道，很多还叫我们注意有奇怪的东西出没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挑战这个关卡， Let's go。 你看这不知道什么鬼生物的，这到底什么鬼生物啊，这 Help！ 嘿，冷静，大家冷静，我们要想办法逃离他们，然后去到前面。好，冲，让我们一起跳上去，对，他们不能爬高处。哇，可以 OK，下雨了，走快点！前面给我救点！哦呦呦呦呦呦呦呦！很多奇怪生物啊！不要！不要扫！不要！用跳的！哦 no！ 喵！不是啦，这次又要死几百次呢？到底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的啦？快走！没有鬼追着我！OK， 跳过门的哦，原来如此，要跳过他们啊！你看那边有，完了！救命！啊，完了，卡住！啊哈，你们也追不到我，我也过不去！啊哈，他们消失了。哦，我可以这样卡住消除掉他们的，耶！哈哈哈，这什么东西？什么定频什么东西？钢弹，我坐进去会不会，还是我靠近啊会不会啪直接没了？虽然我还没有看完这个水星的魔女啊，但是我已经看到网络上很多啪没了的画面啊。可以进去的吗？可以吗？不行耶。哦，进去了，啪没了。我把它给拍死你。哎，不能呗，他们攻击不到我，我也不会被攻击到的，好爽啊！钢弹之血万岁！呜 ，I am 钢弹！不要靠近我，小心我把你们一巴掌拍死啊！钢弹机器人，看到没有啊？哎，超简单的，我可以下来的吗？等一下，你怎么好像飞起来了？你好像飞起来了，嘿，会摔死吗？好可怕，后面好可怕！OK， 现在哇，上不去了，钢弹。这是什么地方？群马什么鬼东西的？哦，这个入口吧，就这个茅草屋吧。哦，里面机会啦，呜哩哩呜啦啦，刷不到我的，呵呵。哦，地下室哎，喂，就点 ，yes。那就点之后，我们可以去被火烧吗？看一下，来烧啊，来。死掉是你还不一样的呢，哈哈哈哈哈！哔，跳火圈哦，马里奥里面也有啊，非常经典的哦，只需要跳过就可以了吧？一咻，喂！妈咪不会游泳的，我跳，不能吗？我堆尸体把里面的水填满是不是？还是说那个火可以拆的？对。所以它只是球而已，对，它不是滑球而已。Maybe， 来，我们去踩那个球哦。哎咻，哎，快痛啦，滑球来的啦。OK， 我们要极限跳。不行呀、为什么过不去的啦？给我过去！Oh yes！ 再一次，我知道要稍微斜斜的，不能直的过去，直的过去会不行啊，就是要歪歪的，从左边去右边。OK， 再过去远一点有 ，OK， 可以的，39条命而已，猫几百条命都没问题的。
OK Yes 哇你写什么啊嘞游戏不见了不好吧一切重新来过为什么诶怎么变成这样子诶怎么变成长方形了画面不是应该很小的吗哦哦原来是这样旁边变多出来了好吧钢弹耶再次乘坐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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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哇伊钢弹走开走开走开牡丹牡丹我轻轻一趴你们就死了挑战球官下车嘿好我们成功回来这边啦这次视野比较广了而且我也很会了现在跳跳塔啦这个是什么这个哦爆啊难道刚刚直接把那游戏给爆掉哦原来是我的系统撑不住了吗怎么可能我电脑竟然撑不住这个爆炸这声音什么鬼啦、哦、怎么玩到 bug 啊好吧我重新玩过吧、One hour later OK OK 过来了过来了不要再爆了不要再爆了终于啊哇呼啊走右边我们的把手在右边我们要走右边 OK 走右边靠右边走靠墙走不要杀我不要爆不要爆没关系我的尸体可以当作记号啊爆多一点我就会过了对只能用这么悲惨的方式吗啊又玩到 bug 啦啊不想管啦快乐耶 OK OK 小心小心爆炸我们直接跳过我们尸体那边 OK 注意注意去跳 OK 耶、yeah! 开门喂喂喂门都推我门推我蛤你推屁哦你推屁哦门还回去了门还回去了怎么办啦开门之后能够跳起来跳跳跳跳跳跳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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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等下哪里了会爆炸的我忘记了啊啊啊下面好多猫的尸体啊啊 OK 哪里跳了忘记了这边OK 等下呢我们就一直跳起来 OK 了跳跳跳跳跳跳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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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在关起来之前快点走快点走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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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过这个看一下哪里没有球出来的啊可以靠右边走吧墙壁好像没有球出来的 OK 嘿差一点差一点感觉可以感觉上是可以 OK 不要再跳这边了啦我讨厌这个很喜气啦红色喜气洋洋哦你看一堆尸体我受够了啦、这么多尸体你还不甘愿吗 Two hours later 耶我没死我没死我没死我可以游泳没错我可以游泳只要一直按着空白键就可以游泳了对我可以游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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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他怎么上去一定有 bug 可以上去的有吧有吧没有吗啊不是我要你学会怎么跳过去不叫你学会游泳先你死了80多次在里面结果你先学会游泳也对啦也对啦你死在水里面的嘛所以你先学会游泳很正常啦哈不对啦谁让你学游泳的OK OK 后面他们一定会爆炸小心啊我们只需要过最最右边就可以了吧最右边感觉是没事的你看我们身体可以过去 OK 嘿嘿我可以游泳吗我跟你说我会游泳的我跟你说冷静观察 OK OK
上。OK， Yes， Yes， 赢了，大平台。哎，不能动了，什么东西？什么东西来了？喂！我要杀这游戏！One map later. Yes, yes, yes. 不要去那个满满的大平台了。OK, OK. Yes, yes, yes. 哦，飞起来，飞起来！哎，我搭电梯，我搭电梯。Yes, yes, yes. 让我去天堂吧。Oh no! 不要，不要，不要！四五九，这是干嘛的？我不要死，我不要死，拜托，不要死，我不要。我玩的这么辛苦，四五九，我死了差不多200次吧。我来啦！啊，150，我死掉了。哎，哦，他梦醒了。哦，原来一笑是梦。你在梦里面死了差不多400-500次呢，总共加起来的话，哇哦！怎么了？你醒来了，恭喜你啊！怎么了吗？开门出去。哇哦，你看外面，外面就是一个沙漠。哎，有火车呢！等下，等下，开门。而且这一步做得很好呢，呀，这步有物理的呢，可以动的呢。哇哦！你开门。OK， 我出来了，这是我的家吧？我的家怎么那么大的啊？里面空空，哎，有开关呢。啊，就开灯而已啦。哦，没有事了吧？一切不会再死人了吧？我家应该不会有死人的东西的吧？都没有东西呢。对啊，外面。哦，外面火车 ，Hello， 撞我啊！来撞我啊！怎么回事？我们要呼叫火车吗 ？Hello， 火车，我现在是怎么样的？要撞我吗？不会撞不了我，我现在不能死了，我现在死不了状态。等下我也离不开这里了。等下 ，OK， 火车来到我家了，这边是现实世界，所以我不会这样随便死掉了。哦，只有一条命了。哦，开了开了，进去看一下。大火车 ，Let's go！哦，出发了，出发了，火车出动，关门起来了，好酷哦！嘿，嘿，难道结局了吗？终于吗？耶！感谢大家收看，完了，今天也是2小时，上一次也是这么多，要10个小时去了吧？啊，没有啦，应该只是6个小时而已吧，而且我跳起来会往回的呢，应该最多也是6或者8个小时啊，玩了这些东西，死了差不多要500-600次，我们单单这一次就是200次了，最少应该有400次了哦。哎，我要进入哪里了？哎，嘿，穿越时空了吗？爸不行。是 boss 战吧？你是猫咪，我也是，还是你是我老爸？要打架吗 ？Hello， 不能啊，不能打架。还是我可以坐下去，好像刚荡一样，不行吗？他是干嘛的？猫咪之神，我来到猫咪之神的地方了。哦，这是作者吧？这就结束了？哇哦，为什么什么东西都没有的？啊？这什么鬼东西？有没有版权问题的、啊？干嘛？哦 ，ending 了 ，ending 哦 ，ending 要靠近才有音乐的。这个呢？这下面是猫咪，然后上面有瓶子在哭，然后有人要开门了。你不要，等一下版权问题啊。这边呢 ？AA 的制作哦，就是作者嘛，这边有城市很多个，用文字制作的。用言文字制作的。我看了沙小，但是这些应该是有版权问题的。如果大家想要。What the hell? Yo, check it out, yeah! 成功了，开始大结局，我们成功了， yeah! 这些在 YouTube 上面应该也有吧，大家可以去找一下，不然的话大家可以来玩这款游戏，虽然有点，等下，这些都有问题的、啊。哦，
林北长夜。OK， 这绝对有版权问题，我们先走。哦，哇哦！哎，驯鹿，这个是黑洞，它往上面走了吗？我们要爬楼梯上去是不是？哇哦，哇哦，哇哦！我们要爬这个楼梯上去，好了，爬楼梯或者跑酷，当然是爬楼梯啊，谁会选择跑酷啊，白痴哦！掉下来全部都要重新来过，爬楼梯上去啦！看来这里有结局啦！启动，我来啦！跳一下就掉下来 ，Go！ 只差旁边出那个制作人的名单了，哈哈，没关系，我可以写 You are my 森林。被虐百森林，什么都百森林、哎，死了超过500次百森林，玩了超过8个小时百森林。你们只要看这个系列，当然告一段落了。超级玛丽猫魔力欧3D 版本，这就全部内容了呀！ Yeah！ 希望你们好给点个喜欢，并分享哦！我是森林，我们下次见。有任何机车坑爹游戏，也欢迎推荐我哟。我虽然讨厌自虐，但是胜利之后有莫名的成就感啊！哦，最后一小段路是需要我自己跑酷的，是吧？啊！啊！啊！大家要！好，我爬到音乐都没有了，小心，小心。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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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会一直跳的这个平板，这个地方是怎么样的啦，怎么上去、一直跳的一直跳的，小心小心，慢慢来，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一步来，这边应该是没有陷阱了吧，应该是没有陷阱的，并这边是现实世界啊，不会死的，不是梦中世界的，会死个800次。 OK OK， 每次只敢前进一点点，我就超熟大了，怎么样 ？OK OK， 黑洞，我来了！最后的结局，最后的最后，终于要迈向结束终结了吧？终结玛丽猫的一生，不要再出来祸害人类了 ！Yes， 被吸进去啊！喵喵喵喵喵喵喵！哇！为什么又在掉下来了？哦。谢谢你，接住，不要不要撞我，不要趴没了，我跟你说，耶、完美结局，钢弹结局，耶、哒哒，感谢收看，坚强的蚂蚁们，就到这里结束了，耶、坚强坚强，只要钢弹不再有的事情就没问题了。为什么会变这么多的？为什么？你们就是死了千千万万次的我吗？哦，哦哇哦，怎么？